米线来了，嘎嘎冷啊、咱明天有活动啊、是不是明天有活动去吧？宝，明天工厂活动来了，宝宝听好了，明天中午12点赶紧预约啊，左下角预约一下了。哎呀，哎呀太响了，嘎过瘾。哎，我们现在-20多度，你别吹行吗？你穿棉袄呢？嗯。哎呦，老冷了。哎呀，太香了。明天下午中，明天中午12点，一定要预约妈妈啊！不见不散，12点，中午12点啊、年前收官之战了，最后一场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年前了，能囤就囤点吧，宝宝们，能买就买吧，有老的地区买不了。不冷啊，雪儿啊。嗯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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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时候你该把衣服给我披上，你给我披了吗？别叭叭了。哎呦我操，我穿半截袖呢。那你不穿棉袄出来？最爱还是你自己吧。打哪儿吧？明天中午12点，不见不散。